Hello， 没有乐器要怎么弹奏音乐呢？日本的 Yamaha 要给你 Tenoli On， 透过这个机器，你就可以看见美妙的音乐，而且不需要五线谱或是乐器就可以创作自己的曲子。Tenoli On 的软体里面已经有录制好的声音，可以利用两旁的十个按键来调整音色、长短音、音阶还有节奏等等。那么 Yamaha 突破以往以古典乐器为主的保守作风，制造出了21世纪的新乐器。这个 Tenoli On 有六种不同的视觉效果和音乐模式可以混搭着用。如果你按下一个点，它就出现哒；然后按久一点，它就变成哒哒哒，出现一个音律。那如果你的手指滑行过这个面板，它就出现滑音噔。那如果按着高低音不放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持续的长音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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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非常直觉的设计。最后，你可以将这些实验的音乐用 SD 的记忆卡储存起来，然后放到其他 MIDI 的器材上面或是电脑上去使用。Tenoli On 让音乐人可以制作随性的爵士还有电子音乐，让业余的人也可以不懂五线谱就可以创作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可以开启孩子们的音乐力，让他们多接触富有想象力的音乐，那么让我们的耳朵去倾听音跟音之间和谐的关系，抒发我们心中的音乐。